5-story fire.而家9:30咋，已经太阳高高挂，竟好似晏昼1-2点咁啊！万里无云，所以今日我就醒啦，戴翻顶亚洲太阳帽出嚟，避下暑先，大佬。凯旋门，今日星期二日，条街好静，因为法国人咧。我發現他們不是很流行星期日開店，很多地方餐廳啊店鋪都是星期日關門的，即是有條街是沒什麼人，沒什麼事發生。我現在就去找一間 Boulangerie， 即是這裡的麵包店，吃個croissant，坐下飲杯咖啡，之後我11:00就上去，他這裡有個小的聖母院，參加他11:00那個彌撒。Too dreamy. Museum of Fine Arts， 咁佢係咧法國其中一間好遠古歷史嘅藝術館嚟嘅。咁咧佢主要都係一啲中世紀啊嘅藝術品啦。咁其實我對中世紀嗰啲咧就冇乜好大興趣。咁但係讀完呢個藝術歷史之後咧，因為都接觸咗唔少啦，咁就開始會有感興趣去即係睇下佢啲 details 啦。看看他 depict 那些 stories 是怎樣的，這個厲害了，這個呢就是一個怎麼說呢，這個是一個我覺得像 coffin 那樣的 idea 啦，那你看到直接是有個人呢躺在那裡，就是我意思是一個雕塑啦，那旁邊就很多獅子啊天使啊。
display of a display 啊！睇下幾得戚，睇下佢有好多畫，呢個 gallery 講價，睇下 details。哇！好得意啊！但係我已經喺個博物館度啦，其實都唔使用呢個嘢。哎呀，我啲手指啊，見唔見到？烏啦啦啦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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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咁佢呢一個藝術館咧，而家搞緊一個關於時裝嘅特展啦，叫做《A la mode》啦，《In the Fashion》。咁就一定好啱咧，好中意睇呢啲嘅朋友。我就唔係好大興趣嘅，不過都係好 exquisite 啦，同埋就算唔識睇都覺得係啲細節係做得好好細好靚咯。今日我學精咗，但係太陽冇出嚟，於是乎呢個 baguette 位就變咗做太陽冇位，非常之萬用啊！佢呢個藝術館大到佢村有一架咁大嘅垃圾車，咁咧阿哥哥咧佢就會見到個垃圾就會走過去執垃圾。周圍夾夾夾夾夾，所以呢個藝術館可以咁光鮮亮麗，就係全靠呢架車啦。Louis Marcoussi, tour personnage. In the Albania crucifixion.
橋，我今日全日淨係食咗個佛桑咋。之後佢咧送咗呢兩嚿咧，呢度最出名 Dijon 嘅 Dijon mustard。呢個係有 grain 一個冇 grain， 香港都有得買。之後有茄汁，兩個大包。好啦，我食嘢啦。拖緊手，好過嚟陪伴今晚先。